玄奘大学举办浴佛活动，同时与小农合作，透过素食园游会推广环保爱护生命的观念。此届志工设摊原名料理受到欢迎，里面都没有加什么调味料，是小米跟地瓜的甜，没有甜分，也没有加糖。不同单位的合作连结感情，志工穿梭人群中宣导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。来自马来西亚的陈丽曼完成建档，当作送妈妈的母亲节礼物。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就是得来不易，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健康的小孩，然后就可以去救一些需要骨髓捐赠的人。是因为我爸之前也是有受惠慈济的这个活动，然后有找到移植的配对者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很棒了，因为至少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希望。挽袖助人，校园洋溢爱心。台新闻，这是美志工新竹报道。